各位同学啊，大家身心安康，吉祥如意，早安。好，那我们继续研讨啊，那个《密续要义前说》。那我们上次的进度在71页，啊，71页啊，那个导数第二段的第二行，我们上次讲那个要做一个供养花幔跟头齿木。啊，重点是供养花幔要决定的灌顶尊，啊，是命名。那头齿木呢，好，啊，像是给啊决定的啊，你那个啊哪一种会得成就，啊成就，啊这两个不一样哈，啊，一个是啊命名的要受，不是供养花幔的，啊，头花幔，啊，头花幔，啊，这个供养改成头啊，头花幔啊。加持三处，那头花幔，供养改成头花，然后再抛掷齿木，头花幔就是要决定那个灌顶尊啊，那头齿木决定一下这个本尊啊，那得什么成就哈，就预示了哈。好，那完了呢，啊，在这个前行快结束的时候呢，啊，是个净水，啊，让你的身口意能够清净，然后呢，四季江草，啊，去梦，看有没有梦照，啊，即将草，然后是一大一小，啊，小的呢放在枕头，就是你的如果是右侧卧的话，那个头放在左边，尾巴放在右边。啊，如果左侧卧的头放在左边，啊，混在右边，然后花就看花开的，就是你面向的地方，哎，就是这样哈，放在枕头下方。那如果长的，好，啊，就放在那个，哎，那个睡垫的下方，啊，睡垫下一样的头，那个根在头部，啊，那个尾那个花的草放在脚部，哎。这样的梦照，然后如果梦到吉祥梦照，哎，就是代表你是本尊，啊，比较有成就的希望了，啊，这是一个象征而已了，啊，象征。那是给一个守护线，守护线我们就是那个红那个五线五那个五五五色线，然后绑在一般绑在那个手，哎手，哎我们叫哎守护线哈，啊，应该叫守护绳，一般讲绳子的绳了。就那个守护神通过上师的加持，所以你带着话，非人没办法干扰你。哦，走到那个阴暗的地方，非人不会干扰你。好，啊，哦，所以叫守护神。啊，哦，一般我们在法会啊，都会在印度买很多那个守护神。那你可以自己好，哦，买一个那个，我们讲什么？如果你要打，因为守护神要打吉祥结啦。啊，不会打，你就买现成的，好像一条卢比1块钱了哈。然后你在印度哈，卢比1块等于是我们。整卷的是没有打结的，没有打结的，没有打吉祥结的。啊，如果是一条一条，它有打吉祥结的。啊，所以你会打结，你就买整捆的回来自己打。啊，打完再去法会说呢，就是法会当场给法王加持啊，对。啊，如果你不会打结，会打结买整捆的，啊，打结完。啊，如果不会打结的，就买当地给他们赚钱呐，啊，因为他们赚钱不容易啦，欸，而且对我们来讲，那个一条才5毛钱，等于是没有什么生活，这个都不会顾虑到这小钱的，所以我感觉有时候以利他的行为给他们赚也可以的。啊，那就买多一点。啊，如果要送给亲朋好友，也就买多一点，然后放在会场。然后会场讲经的说法有护法龙天，啊，会来听法嘛？
啊，有上师讲法众，还有娑婆菩萨的护持的功德，会得到加持。那加持完再回来，再分给亲朋好友，戴在手上，啊，就不会有非人干扰的这种问题啊。啊，这个叫守护线啊。再次呢，啊，加持三处，啊，以红花水，啊，加持三处。啊，那劝力耗药秘法啊，酬谢曼达等等，啊，这个叫前行仪轨，啊，前行。那看一下我们正行仪轨，正行仪轨呢分为入坛城跟正行灌顶这两个哈。那入坛城呢，啊，先要呢，啊，上师要驱除障碍，啊，那问一下你们的梦兆，梦兆有什么问题，啊，可以问，但是因为华会人多不可能问，啊，但是大概，啊，主持灌顶会大概说一下梦到哪些要怎么做，但有的会提醒有的不会提醒，啊，因为感觉这个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是什么结缘的啦，所以梦这个不是很重要。如果是真的得冠的才 要注意一下，结缘的哈，这个大部分都没什么，跟修本尊也没有成就，所以这个没什么问题。在现曼达祈请文，那第一个呢，我们先进去的时候呢，正行冠要带你到五方婆里面啊去看坛城，需要遮眼布，好，遮眼布盖起来，因为你还没有冠顶，所以你不能，啊，看到坛城，需要遮掩起来，啊，那就去到五方婆，啊，灌顶，然后呢，啊，至于询问种姓，啊，姓解，那种姓呢就是你刚才那个是以密名的，啊，密灌顶尊的，啊，如果是讲那个不动佛的，你就是不动金刚，啊，如果是保身佛叫保身金刚，如果是阿弥陀叫莲花金刚，啊，不空成就就不空成就金刚，啊，如果是中央的大如来就是大陆如来毗卢遮那金刚，所以种姓就是讲的密名，啊啊，种姓就是密名，啊啊，好，那受菩萨戒密乘戒，啊，那密乘戒呢是在那个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才要，啊，如果是，啊，那个这个哦，内涵哦，这个讲的太快，好，哦，没关系哈，他讲的太快，好，哦，太快，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哈。他讲太快，应该在升那个宝瓶灌顶之前，哦，对对，是板块可以了，这样受菩萨密乘戒，一般都是在升起那个宝瓶灌顶之后了。那没关系，好，这个个人个人的案例，因为我们不是主发者了，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不是很重要。好，那透过那个透过去完成坛城礼拜供养，再取下遮掩布，好，再介绍坛城，好，这个是在72页第一行，那就是对那个坛城进入去做供养礼拜之后，好，那就遮掩布，那出来好，遮掩布拿掉，好。我们看第二个就是正行灌顶。那正行灌顶呢，我们分，啊，几种，啊，就是我们四种，啊，宝瓶灌顶、秘密灌顶、智慧灌顶，还有嘛持具灌顶。那第二行是宝瓶灌顶，啊，宝瓶灌顶。宝瓶灌顶里面呢，啊，有分好多种，啊，好，因为宝瓶灌顶现在开始要收现曼达供花，啊，等等。那随念清净啊，什么那个公手，你们听过这样就讲啊，什么拱叔叔，有没有拱叔叔，有没有？有没有常那个在观叫拱叔叔？我们后面都加一个拱叔叔啊，拱叔叔就是祈请的意思啊，拱叔叔。哦，那个就是看他名了，拱叔叔什么那个拱叔叔，你就记得拱叔叔三个字，其他的不晓得讲什么。哦，这个叫祈请，就是我祈请的哈。那受灌顶前呢，要把那个障碍哈要洗除，需要先受水，水灌顶。哦，所以水灌顶啊，就是在宝瓶灌顶里面呢，有个水灌顶啊，这个就是正行了哈。水灌顶，然后活灌灌顶，啊，金刚除灌顶，金刚临灌顶。还有受名，好，名就是你的那个密名，哦，那这个很多了哈，这个他这个是用啊眼药啦、明镜啦、不共阿舍离，
所以这个是在宝瓶灌顶之后，宝瓶灌顶之后哈、哦，才会给那个不共安舍离灌顶，哦、就是不共安舍离灌顶呢，就是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需要，所以那个密名哈、哦、是在之前，没关系，好，那个我们密乘戒，没关系，这是注明一下，瑜伽部跟无上瑜伽部哈、哦、才要的哈。哦如果是事部跟行部，我、哦、没有不共阿舍离灌顶了哈。哦，瑜伽部啊、哦，还有无上瑜伽部。啊、哦，那透过这样的哈、哦、来祈请，好、哦，这个不重要了哈、哦。那第二个，我们就跳来到那个讲什么恭敬灌顶法轮观，是以密集金刚来说了哈、哦。那个恭敬法轮，啊、哦，这个不重要。嘿，好，我们看，哎。这个72页的1234567890第四行，第一个是宝瓶灌顶，第二受秘密灌顶，有没有？第十行，哦，受秘密灌顶是第二个灌啊。那在祈请啊，那这个就是以杀道一万环是这个不要哈、啊。那秘密灌顶要遮眼部。啊，为什么要这样布？就是要那个受持那个佛父佛母的名典，啊，佛父名典，啊，这个是要受持，所以要把它眼睛遮起来，啊，那这个是在出家众第二观不能受，啊，第二观不能受，因为它有佛父佛母的名典，它这个部分要来讲第二观。那再是佛父名典来受持，啊，藏那个佛父佛母的名典，啊，第三我们叫智慧灌顶。啊、哦，智慧灌顶呢？哦，重点是要赐给，如果是一般婆罗门的那个仪轨啊，要赐给明妃的，所以第三观出家人也不能灌，要赐给明妃的这个问题。哎，所以第三观智慧灌顶，有时候又是不能灌啊、哦，这个是赐给明妃啊、哦。那第四观就要可以了，你智慧观是讲空性，会讲那个子母光明会的内涵啊、哦，密法圆满彻底子母光明会。啊，这第四有没有？导数第四行，受持戒灌顶，啊，智慧灌顶在导数一二三四五第六行，有看到吗？受智慧灌顶，导数第六行，啊，持戒灌顶导数第四行和、啊、第四观。那上师要小喻那个，我们讲那个清净幻身跟圣意光明双运道，加一个那个。清净幻身圣意光明，把它加进去。它双运道内涵没有讲，就是清净幻身圣意光明双运道，清净幻身跟圣意光明。啊，通过那从具足合合气之合气就是报身，好、啊。这个叫具从具足报身，加个报身和合七之果位。报身啊，是密法的报身。如果显教的报身是五种，五种决定，那密法的报身是七之和合七之。哦，再加一个报身，从具足报身和合七之果位，而立相借到整个密续的道次第，哦，那加个报身。以此能亲近三门的灌顶安利呢，将来证得自信法身啊，特别能力就要酬谢曼达跟回向，好，那个就是灌顶，好，那个的一般的结束四灌，哎，好，那我们再看第四点，若穷若就正行传授四种灌的个别来说呢，啊，那个就依密物作为定力升起乐空智，这个是都是哎。都是假象了，假象了，假象哈，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就可以不用看它，因为这个都没有讲，因为上师在灌顶不用讲解，你怎么靠这个密物啦、咒语定力来升起乐空智？不可能啦，因为前期都没有讲清楚啊，啊叫摸我们就摸啊，哦、摸那个金刚杵就摸一下，金刚铃就是摸一下。那身体要为什么要摸也没都讲解吧，里面你看不懂听不懂对不对，
所以这个内涵呢，上师都没说，这里只是后面补进来的哈，我感觉都是空谈呐、啊，空谈呐、啊，因为你没有成就之前，你摸这个是没有感觉的，一定要有经验，对不对？有经验你再摸这个才有感觉，你根本没有这个得过这种经验，你摸这个就得到什么样的什么什么空乐智，哪可能、啊？所以很多密法哈、哦，我感觉都很多没有按照我们实修的方式来讲解，都比较玄呐、啊。讲的比较玄啊，讲的就是说，哦，你现在摸一下就可以成就什么幻身，那摸一下成就金刚佛手、诸佛的化身，啊，这个一段呢，你可以嘛，去掉也可以的，啊，就从实修来看呢，因为上次都没有讲解，哎，好，那我们看啊，73页第二段最后，最后。所以可以受持灌顶的所依身，哈，所依身加个所依，加个所依身，身体的身，啊，可以接受灌顶的所依身，哎，身体的身加进去，有没有？73页那个第二那个科判，大致的黑色的科判，黑色的嘿，科判，最后是可以接受持灌顶的所依身，身体的身，把那个身加进去。他没有写生。好，写好了哈。那就生，好生所依，就所依生来说呢，三恶道的众生不能受持灌顶，因为他罪业太重，而且听法没办法听清楚，好，没有听清楚，所以能够受密续灌顶的呢，只有人道、天道还有龙，因为龙能够听懂话。龙，很龙可以。还有什么遗嘱？不是啊，龙跟鱼类不一样啊。龙可以有神通，可以听懂人，人类没办法听懂人的讲话。人可以听懂，其实这一定要听懂。哎。哎。你讲的是鱼、海参、海鱼，你要讲龙是特别的，它龙有很多龙哎、欸，有天龙、水龙、陆龙，嘿，天龙就没有在水里面了。你讲是那个东海龙王等等，那个是一般来讲，我们说一定在海里面嘛。但有龙不一定在海里面生长的。你说那个，你说一般来讲，我们讲那个天帝，它是龙的化身啊，它生的它天龙，它天龙。你讲的是海龙，所以龙有很多种，不是只有海龙一种，还有天龙。腾云驾雾，它不用到海里面生活，它可以在天上就可以了。有天龙这个，不一定要海龙，龙那个海龙只是龙的一部分呐、啊。一般我们都习惯用那个东海龙王这个角度来讲海龙嘛，不一定呢、啊。可以哈、哦。那龙是有的水族，但是不一定全部水族，有是天龙的。哦，天龙就是在天上的哈。好，这个就是哦，人道、天道、龙，为什么龙可以呢？龙就是可以听懂话，听懂。鱼类听不懂，哦，龙能有神通变化，所以他听懂，所以因为听懂就可以受密乘戒，所以在菩萨界啊，天道龙也可以受菩萨戒，因为他听懂，那听不懂的就没办法受了。那别谢脱戒的啊，那个天道跟龙不能受，为什么？为什么？别谢脱戒，天道龙就不能受。诶，这个很难呐、啊。有人说五戒可以了，五戒可以，但是出家戒不行啊。出家戒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办法修幻恨。天道跟龙没办法修幻恨，所以我们出家戒，你是天人龙等，如果是天人龙等来的化身来的，不行，受出家戒。一出家戒要受幻恨。天道跟龙没办法持犯恨这一条，
所以出家界天道融不能来受出家界，受五戒可以了。阿那菩萨界跟密圣界，天道人道融就可以受菩萨界跟密圣界，因为没有犯任这一条。好，有没有问题？可以哈。所以天道众生哈，也不可能是无色界哦。天道呢，只有欲界跟色界哈，可以无色界也不行，因为它无色界不是没办法受戒啊。啊，其实我们讲啊，色界呢，啊，色界呢是受菩萨戒，菩萨戒是以利他。那天道是不能受那个出家戒哈，因为不能修犯恨。好，那色界众生跟欲界众生可以受灌顶，好，可以灌顶。菩萨戒也可以哈，且以男装布作人道最适合。为什么呢？因为人道呢，他修密法呢，最后要修那个气脉明点呢、啊。那气脉明点里面呢，哦，如果真正是要靠那个有那个气脉，那气脉呢，一定是要有胎生，胎生有父母的父精母血，才有气脉，出分的气脉。那天道呢，它是化身，它可以受戒，但是它没有办法修密法，因为它是化身，它没有父亲母血的气脉、哦、我们讲那个结胎的方式了哈，就是那个生小孩的方式。好，那一般来说了哈，一般凡说我们讲的第一个那个地狱道没办法繁衍哈，轨道里面呢有分，好，我们叫福德轨，好，这里呢，好，就是天道是化身，但是有分不同的方式，四大天皇天，还有忉利天，啊，就是，第一天跟第二天，啊，就是，啊，父母拥抱。啊，第二，我们讲应该讲欲界。第二我们讲夜摩天日而笑，好，这是欲界的。那色界好，应该把它分开。来，帮我写一下膝盖跟肩啊。所以这个不同的方式和诞生啊，那个繁衍的话，帮我写一下，写在这边。膝盖的膝。膝盖的膝。
好像有一个肉字，啊，我这么重啊，应该是西式这样吧？哎，临时想一想，我想平常在看，嘿，帮你帮我查查 Google 也可以了。你看，看一下，查一下，查一下。这是腹肩，肩膀的肩。肩膀的肩。嗯。肩膀的肩，哦，对。没有，没有这个口了。没有这个口吗？就这样而已。啊。膝膝盖。我是膝盖，膝盖。哦，木一个口。哦。一个叶。木。木哦，木前面是木了啊。再一个月，不是啦，不是啦，不是。我知道了，知道了。水啦，水啦，一个木上面一个木。木是还这样啊？现在是，啊，可以了，可以了。膝腹肩，啊，然后顶，头顶。肩。没有那个口了。啊，没有那个口。这是列肾，就肾在越上面越好了。膝腹肩头顶啊，哦，这个就是很有厚道的方式。所以天人没有化身，所以他没有啊，没有那个胎生，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这个啊，就到这里。到这里，天人没办法修哈，那依照性看这样子的，嘿，但是一般密法没有说清楚了，哦，一般没说清楚，哦，是，修密法的最好。修无上，哦，一切，哦，密是最好的守一生。好，这样分。好，有没有问题？英雄看得懂吗？啊。对啊，可以，我分开啊，就是分开六界。你不然等一下，我没有写阿修，你抽阿修没有写，啊，我写不是更好吗？为什么一定要我不要合在一起呢？我没有，我少一个那个化身。而是广论写五道，那是把阿修罗放在天道，他有时候写五道，应该是要分开了，他没有分开就写五道。
奇乐，我们汉系的奇乐世界是化身，应化身的净土，修密法是报身的佛国净土，是不一样的。嘿，嘿，对，显教的那个奇乐净土是化身净土，嘿，那密法的是报身净土，不一样。他报身父母了，有男女众的父母，虽然是要靠父亲母血生出来，你到极乐世界是莲花化身，没有父母啊。你在什么结果？目标啦，目就是达到那个净土的那个环境不一样，一个是报身活国土，一个是化身活国土，不一样。人是一样的，讲生啊，生啊，生，身体的生。那你看采取的目标，你如果修密法，你主要就往生报生活国土。以后要修密法的话啦，就要往生到本尊的报生活国土。啊，如果先经过净土化身活国土，你先往生到那个极乐世界的化身活国土，修到三不退转，你可以再用化身到那个密法的本尊报身活国土，再去修行，用几个化身去修行就够了。所以最安全的是先到化身活国土啦，啊，得到有那个初地菩萨可以100个身，再用其中一个身那个去投身到我是那个报身活国本尊观火，再去修密法也可以啊，就是比较安全，比较稳固。不会有堕落的问题啊，嘿，你根气够了嘛？也，你如果是密法会容易堕落，你根气不够容易堕落，所以看你自己的条件了。好，所以把那个各种延续后代的方式，好，做一个讲解。膝盖，膝护肩头顶，吸血的，因为墨水太浓了。对，它有色，但是没有男女相，大梵天。修梵恨的，所以他没有男女相，没有男女众，所以说那个神明是不是色界天？只要有男女相的，以及女众的话，一定是欲界。好，大梵天没有男女相。所以为什么极乐世界属于色界天？懂吗？为什么是我安立到色界天呢？为什么？因此的世界没有男女相，那是莲花化身的色界天呢、啊。所以你都要修禅定，在莲花包中念佛，念到初禅正定以上，花才会开啊。因为你没有念到是初禅正定的念佛三昧，你要在欲界天花不开的。所以花不开是从你的禅定来说。而不是你的正量，所以很多人没有从这个六界的角度去看，很多大德讲解的时候啊，他说花一开就证得无生法忍，不是，是你花开是证得禅定，初禅正定，花开之后呢，才慢慢学习证得无生法，不是花开就证得无生法忍，这很多说法，因为佛经讲的很简单，没有去从那个佛法那样去做讨论，做析辨哈。所以要花开一定要到初禅正定的禅定以上花才开，因为它是环境是色界天的环境。什么就跟磁场初禅不是磁场初禅正定，什么叫初禅正定知道啊？那么是的二禅三禅初禅一定要初禅以上花才开啊。还在花苞啊，
一直到初禅啊，所以他到那边就化身，就变成人形啊，就不是畜生的形象了、啊。他听不懂就不用修行了，要第一个他听懂。他们也有在修行。修行是外道的，我讲内道的。他讲外道可以，外道的修行可以，外道的练气啦，啊，那个练成练气的可以啊。我讲是内道的修行。你讲是外道，我跟你讲，你还听不懂了。你讲外道神通可以啦，我讲内道的他没办法啦。内道跟外道分得清，分不清。外道的修化身神通可以啊，外道可以啊，内道没办法，提升出离心菩提心没办法，他没办法听懂佛法。看他术士的善根，术士有念佛习气，他们遇到念佛的因缘就可以念佛、啊、可以啊，如果可以有畜生的习气，如果没有畜生没有习气就没办法，一样啊，要畜生的习气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这辈子重习气很重要，不管你投身哪一道，只要习气浓厚一苏醒，你就可以好转身上去或是转身到净土、哎啊、习气没有就很难了，所以习气一定要浓厚，透过理解，透过串习，透过修行，这个要有。那是散乱的习气。那个幻听幻觉没有关系啊，习气啊，习气。嘿，你幻听幻觉是自己过去生跟某个因缘啊，可能非人的问题啊，因缘很深，或是散乱太多，想太多，哎，自己的散乱心，想太多太多的习气，所以你自己要去看，嘿。这个跟修行无关的，你讲的是修行，跟幻心跟修行无关，没有不一样。像那个胡德鬼，那个就是土地公，对，城王爷这一类的，对，那个、对对对对对，你要写吗？事实不一定，不一定哦，这个想这个正神哦，土地公、城王爷这个部分哦，你讲那个神。十八那个十八什么地哈，十八王宫，那是阴鬼啊，那个不是啊，那算胡德鬼没错，可是那我讲的是正的正神的部分，那个阴的是属于嘛那个我们一般鬼，他透过跟人家托梦，人家信仰他，那靠信仰力，主要是靠信仰力，信仰力越多，人家拜他能力越强，但是他不是属于正神，我们讲正神是什么地仙呐、啊。这里有分呐、啊，不地仙地不是天不是天地啊，这个要讲到哪里？哦，就是地仙，哦，这地仙的正神哈、啊。安息江的那个早被王光那个不算哦，那不算是地仙的正神哦。所以他要被那个天道管辖的啦，天仙在这里啦，对的，神这边的欲界天才天仙。所以他们都需要靠信仰力啦，信仰力对他们很重要，不管是胡德鬼、大力鬼，或是呢欲界天，都要靠信仰力。所以要能烧香膜拜，他的那个灵验就越强。所以为什么那个关公的文殊公为什么那么灵验？因为很多人拜他，他拜他越来能力越强。所以没有人拜，能力就衰落了。好像那个希腊的神，宙斯啊，有没有海神啊？因为现代人都科学，不会去信那个希腊教的嘛。所以他们的神就没落了，就没有力量了。不是，他不是正神，他是靠人家的信仰力，他有些能力，但是他一般来说，他不是地仙的正神。你可以讲说，他地仙正神看了没有封号了？一
一般都有封号，如果地县政审有封号，像一般我们叫政治有管辖区，哦，例如说我们讲这个大同区有个文珠国那个土地公或城隍爷，它是有分区的，但是恩智公好像没有分区，哦，所以这个呢很难说，因为我们天到底有没有那个天地有没有命名他做什么将军，这个我们不知道嘛，所以没办法判断。所以他应该是，如果说他真的有升天变成天，变成这个御界天，他必须有个封号，像嘛我们叫那个什么，北辰大帝啦，好，还什么保生大帝啦，这个有封号的，就属于那个天神的部分有封号的，啊，那个北辰大帝还有什么大帝的，这个有封号，就属于嘛御界天之类的。那到底有没有我们不知道啦，啊，到底有没有封号不知道，所以到底文殊光什么样神也不清楚。还没啦，啊，你就问一下懂不懂，懂了再拍啦，不然要增加我时间上，要不要再增加写，没有问题我们再拍，啊，有问题可能会增加或修改。拥抱就不用就这样就有小孩了，就小孩就会有机会生出来了。拥抱不一样啊，不一样啊，啊，你们结婚过来问这个清楚，问这个那么清楚，拥抱跟那个不一样啊，你自己想就知道。我说这样不好意思说。天人就是这样子啊，你不是你的范围的角度，啊，你要去问这个，一定要那样子，哎，对，人家是意念的交集，不是身体的交集，嘿，你们是用人道想法，人家是情感的交集就可以生小，不一定要身体的交集的，你把它想着要身体的交集，重点是情感的交集。他是要这个时候，这个哈，这个概念呢，就是宝瓶灌顶，目的要升起自身本尊呐，啊。那不是这个是嘛？金刚铃、金刚杵就法器的部分呐，啊。那明你就是修如果像以密集金刚，以后就成就密集金刚的果位了。那眼药呢，就是能够看清啊，自己还有众生的这些障碍来修行呐，啊。那个这眼药就是能够让你那个恢复你的能力啦，啊，那明镜就能够看清，这个两个不一样了，眼药能力能够看清啊所有自他众生的问题，那个能够恢复啦，啊，那明镜是能够看清啊，你就看那个不就，但是你现在问这个懂也可以，不懂也可以，因为这是一个仪式的几个仪式而已，但是靠这个灌顶不能说我就得到这种果位啦，它是开许而已的，这个都是外向的仪式而已，所以我不解释是因为它是仪式，跟你实际修行没有关系，跟修行也没有关系，只是一个仪式的表象而已的。好，有没有问题？好，那么是对，还有没有问题？没有了哈，好，没有，我们看那个73页。是三门就身口意，啊，没有呢，它只是三身口意而已啦，没有什么三种不三种的，就是像我们持戒一样的身口意。所以都文字想的跟实际是内涵没有搭配起来的。就至于三门三种誓言，这次不写也可以的，因为本来就有生口意的，密那个所有戒都是要防患生口意的，还什么讲一个三门三种誓言多写的啦，有写等于没写啦，哎，这是文字的一个累积而已的，不重要。好，我们看73页第二段最后，
可以受持观所一生，我们把它加进去了哈。密续无上密观点的话，一定要人道胎生最好，人道胎生最好，因为它有七脉明点，可以修无上瑜伽的圆满次第。如果没有七脉明点，你就没办法修圆满次第，无上瑜伽圆满次第，就连天人也没办法修，因为它的是化身，化身就没有七脉明点。好，那我们看呢，我们就那个就心所依来说了哈。所以从身来说是这样，那从心来说啊，比具足三种要道，就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甚至必须以得密续啊，那个密续的造作菩提心，就是为利众生啊，愿速速成佛。那非造作就是任运。任运的具象菩提心，就是为利众生愿速速成佛的任运的菩提心。当下呢，主要是修习方便智慧，就双运，就是互相摄，不是同体哈。同体改成双运，同体就同时了，但是不是同时，他很多角度都写错了。同体改成双运，双运就是互相摄持了，同体就变同时了，不可能同时哈。方便智慧双运，同体改成双运。哦，同体无分，那个无分也去掉哈，同体无分就改成双运就可以了。那为什么用金刚萨埵呢？金刚萨埵就是方便用金刚杵代表，那智慧用金刚铃，因为金刚萨埵就是有手握金刚杵跟金刚铃嘛，他用金刚萨埵，很奇怪，就是我们讲那个金刚萨埵哈，他用这个金刚萨埵很奇怪，应该讲那个方便智慧双运瑜伽，那个金刚萨埵也可以化掉。哎，就是方便智慧双运，然后瑜伽就可以了。那同体无分的金刚萨埵，这个都化掉。好，同体无分的金刚萨埵化掉，就写一个双运就可以了。他讲的这名相都没有解释了哈，所以他可以是甚深独特的，也可以齐备一切道次第功德，因为他是有三处要道啊，加上造作的啊密续的菩提心。为此呢，必须先修习共跟不二的广大道，广大道就是方便道，好，方便道。那共的广大道就是一般我们贤圣讲的六度四摄，好，六度四摄就是共的广大道。不过呢，是由菩提心空正见摄持的修本尊法，包括习真怀珠这一类的，这是密续的不共道，就习真怀珠啦这一类的，还修七脉明点哈。是啊。他是用金刚萨埵来讲，他没有解释。所以在若无菩提心空正见及具象的密续瑜伽，密包括升起次第的自身本尊、圆满次第的七脉明点等等，则接触必修密法，大概就是安立密法习气。所以要共道的显教的共道，就是三主要道：出离心、菩离心、空正见，加上升起次第的自身本尊，圆满次第的细脉明点的修法。如果没有前面的共道，我们安修这个密法就变安种下一个习气而已，不可能仅此如此即得相应而产生密续地道功德，因为它没有基础的三主要道。但是说我不是以内道来讲，我可不可以修自身本尊七脉明点的成就？可以，那是外道的成就，所以外道也可以得本尊成就或修七脉明点成就。所以但是跟那个内道的三主要道无关，跟解脱无关，跟成佛无关，所以可以靠着密法。所以一般我们从唐朝
唐朝密法传到唐朝之后呢，在呢密法灭了，这个后面的道教就兴起了。道教，所以道教也修清迈明点的。你看我们那个很多道教也是修清成这个我们讲剑仙呐、蜀山剑侠剑仙呐、那个都是修到密跟密法结合的那个气脉明点而修的，修灵气的。一贯道也是后来跟道教有关，他就喜欢到那个灵山去打坐，就修那个气。那修气让身体的经脉能够充盈，那有展现神通，这个跟密法是传承来的。然后呢，密法也有符，就是咒。那这个符咒一般密法讲的比较少，那道教把它弘扬了。那这个部分哈，我写一下。所以在那个唐朝从密法被禁止之后啊，那个唐武宗啊，之后，然后呢就密法灭，就变道教兴盛嘛。那道教兴盛跟密法的有共通之处哈。我想道教不是道家哈，道教跟道家不一样哈。我们讲道。有分为两啊，道有分道家跟道教，要分开啊，很多是混在一起的哈。道家呢，修心，无为而治哈，所以他可以修到无色界天，一直可以从所以包括我们这个有分很多层，因为很多把那个太上老君当成欲界天呐、但是一报一的讲他是为是他是修事空定的啦，所以以修无念而无舍念，舍念一个舍念一个无二，这个我们叫舍念清净哈。所以呢，他最高可以到对吗？我们叫可以到。第四禅或无色界，就是道家修心不是修跟修身不一样对，他做的是心啊，道教就是修身为主了啦。所以那身的修法我们看以修身为主哈。所以它的方式呢，包括修我们一个修气的，修气，然后炼丹的哈。那第二个呢，我们就有修福的，福禄的，还有修正法的，就有道气有没有？修气炼丹的比较正统，另外一种是有辅助的，就修福禄的，还有修正法的。好，那修气炼丹的呢？依照那个一般的武侠小说了就是有有什么棋呢？哎，对对对，是个棋的哈。我们叫这个就升天了哈，然后最后是升天哈。那葫芦棋就以葫芦为主来帮助的辅助的了。修正法这改变那个改变环境的磁场。那正法也是分这个防御那个分三种，那个是防御。好，那这个是辅助，那这个是主要主修。
道教的，我道教不是搞鬼神这一类的，这个不是真的道教的，只要以修行为目的了，这样把道教把它弄成鬼神这一类的是错的。嘿，对对对，我想说的内涵，对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是是是。所以他们修道教是以这个为修目标，可是现在都变成用信仰的搞鬼神这一类，跟修行就没关了，就变成粗浅的用法，不是以修行为目的。真的修行是炼气，修气炼丹，像那个蜀山剑侠那个那一部分的，有没有蜀山剑仙的哈力？啊，蜀山剑仙的这一类，那个在蜀山剑仙在那个。哦，密法的升起之地有八大西地嘛，八大西地这个剑宝剑那个就是蜀山剑仙的内涵，有剑仙那个叫念宝剑的，它可以御剑而飞啦。好，那类似于啊密法的升起之地八大西地。所以道呢，哦，是啊，从密延伸而来的哈。做个诶，我的角度的介绍而已的，不要信以为真的。我是透过这样去转连接起来的。所以它是欲界的，啊，它是在欲界哈，是在欲界，它是靠这修身在欲界。啊，但修心的也可以到色界无色界，那如果修身的就只能停留在欲界。第一次听的义雄，第一次听的，第一次接触到的好像就是金滩变成小孩啊，天音啊，嘿，天音一个小孩，那天要成长要经过大乘虚神，然后小孩成长，那个婴孩成长就可以直接啊升到欲界天，已升天了。虚神就是他已经快成变成真正的天人的神了，但是还是虚的，还没有很实在的。啊，到天上就是到完全圆满，是到变成有能量就可以升天，好，到天欲界天去了。就想神就讲那个化音，另外一个婴孩的部分跟那个身体不一样，从金丹变成小孩子，是重点那个小孩子，婴孩的天音的，这个叫天音啊。跟身体无关啊，你不要讲太多，你们思维就很奇怪，我讲话音那个音跟那个身体无关、啊、你不要想太多了，就婴孩为主了，身体怎么样那个另外一说了，要看你修几年呢、啊、婴孩啊他天上才叫化身啊，现在在欲界还没有、啊、嗯，不是，你有顶天想色界有顶天，就是讲地势禅天，三界的有顶天就是非想非想天，虽然有顶天大部分都大的都没有显，就讲色界的有顶天还是讲三界的有顶天，这个都没有讲清楚。所以讲究竟天，色究竟天就是地势禅天，三界的究竟天就是非想非想天，所以大德都很简单，没有想清楚，就写得很简单了、啊。色究竟天还是色有顶天？哎，要了解哈，
我们都背起来，都不会去了解内涵嘛，用背的嘛。一般学习都用背的，很多大德写论也没有写清楚。好，我们看73页，倒数第二行。你看哈，举例来说哈，实际上呢，只要去修密法，凡是为你传戒受灌警者，都是你的上师。好，那这个内涵呢？那我们讲上师跟不是上师，我们等一下做个界定。这个讲解有一点错误了哈。他说，为你传授戒法啊，讲解教授。指导修行者，便是显教的具三恩的根本上师。那这个不对哈。一般来讲，我们讲上师，好，我们讲上师，我们就是我把它混一下哈。我们讲一般先呼为上师式的哈。那我们可以分两个，好，一两个。第一个我们叫上师。那上师呢，我们从定义来说，能改变我生命的，或是改变或提升，改变我生命或心灵提升的哈，这个关键者叫关键，重点那个关键者哈。那我们从这个有分几种哈，我们讲分类哈。那是我们讲包括。我们就本质的哈，该想本质跟分类哈。有几种哈。那个具十种德相的哈，依广论之，对，广论的十德相，那是最圆满哈，我们就具五种的，应该是最圆满次中立，好看一下。那我们叫依广论，具十种德相者，
然后再始终好成一好，好，去界定会，这是广论的哈。还有悲啊，大悲啊，说法无厌啊。下就是啊，去界定会三学的。或是本质，第三呢，我们可以分类。啊，例如我们讲啊，第一次啊，第一次。皈依我就是讲上师，啊，上师，那你可以选择叫根本。什么叫根本？就是说你可以把它当成上师，也可以叫根本。所以在上师里面又分为根本上师哦。所以上师又分为根本，还有一般上师哈，这个要分开。那根本上师是你认定的，事实意念的，我就要分两个。就是一般上师，好讲根本上师，好能时时意念感恩的哈，然后是意念并感动感并感动的哈。这个才叫真正根本上，因为它的定义没有写很清楚，这个才叫根本上师哦，不是一般的。这个叫你要看你心绪是不是能够实时意念并心灵触动感，才叫根本上师。不是根本上师谁都可以当啊，但是因为那个经论都没有写得很清楚啊，都把这几个当成根本上师啊，哦，所以真的根本要心能够触动你心灵的，并且感恩的才叫。根本上师，这个如果没有根本，那个没有触动心理，那可以跟上师都可以讲，但不能称为根本。根本的只有一个两个，不是所有的叫根本上师。那这里讲的把根本上讲得太广泛了，太那个我们叫太肤浅了，所以一定要你要认定这个人有没有实提升的心灵，并回起来就会动心灵触动感恩的那个角色，你常常意念的根本上师，那其他都是你上师。我刚刚讲分流这几种都是你的上师，但你心里没有感动的不能称为根本上师。但是在密法这个讲的没讲的很精准啊，就是一直讲那个文字在堆积而已啦。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叫这个叫法友，所以善知识有分法有的善知识，哦，就有包括广论的是有讲哈，哦，就是能在佛法上提升的哈，哦，那第二个我们叫那个啊分类哈，分类我们叫本质，就是分类就是本质。这个分类有两种，
小分的是吗？好，那个第一个，好，第一个人口据十六条件的一广论哈，在圆满哈。再是最低下限，哦，这个就是，所以善知识有分两种，上师的善知识跟法有的善知识，那上师种类很复杂，而且在经论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自己要认定，上师这个几个哈，我们讲啊皈依，好皈依的传授师、受戒啊，那包括在家戒、出家戒、剃度师、灌顶师。那另外一种是不是前面四种的说法师，能让你修行、心理成长的关键者，那个就叫上师。但是上师有一般上师跟根本上师。能够实施意念，然后并心灵触动感恩的，才叫你的真正根本上师。好、哦，根本是这个才是。那具三恩那个不一定要三恩，他这三有说法恩。重点是说法恩，他就没有把三恩讲清楚了。不一定要说法恩，就是能够实施意念并心灵触动感恩的。例如说，你可能你的剃度师把你剃度之后。常会关心你，可能他不会说法，可能关心你，然后呢、照顾你，然后呢你希望去佛学院他就帮你去佛学院读书，你希望呢、在什么闭关他就帮你闭关护持，这个不一定要说法，但是靠着这个这个剃度师的这种关心帮助你在修行更进步的那个就是根本上师的。所以很多要从心灵来看，可是现在的很多经论都是从外向来看，那个没跟你心里无关的不叫根本上师，可能讲的太肤浅了啦。那所有的很多人都变成我的根本上师了，可是跟他没有感觉啊，怎么叫根本上师？哦，这个要从心的感觉去看的啦。我们在受戒的时候，哦，有一个帮我们受戒的戒师嘛，啊，他本身也是有受过戒的，一定要、那个、一定要受过戒，对对，他一定要受过戒的嘛，对不对？是。那我们以前在那个时候是有受过像一天一夜的八关斋戒，是啊，还有那个五戒，是哦。那个算是我们的一般上师嘛，还是第一次哦，第一次哦，第一次哦，以后的不算哦。不是，我们是同样一个法师帮我们受持。什么叫同样？同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同一个人啊，来跟什么同一个人？什么跟什么同一个人？就是帮我们受戒的受戒师是同一个。跟谁同一个？什么跟谁的？你想同一个，一定同是两个来比对叫同嘛？比如说那个某一个法师啊，然后呢？哦，他为什么叫同？对啊，对啊，对，一定同。这个用讲同，这个像姐你自己跟别人不用比对啊，是你自己来说啊，跟别人不用讲。你想讲话要讲清楚，不然单独哦，你那这样就不是单独啊，是团体在。你就讲说一群人跟一个法师受戒，哦、不要讲同啦、啊，一定是同嘛，哦、这还用说吗？哦哦哦，就是、因为法师不可能两个跟你受戒啊。我们就是说一群人跟某一个法师受戒，跟某一个法师受戒、啊、是，然后呢？哦、啊，那个这个是算我们的，这个算是受戒师而已嘛。你第一次嘛、啊？你有没有问第一次？哎、欸，不。别卸脱期第一次，所以你有受五戒、八关斋戒就不算了。嗯，
你先第一次受别解脱戒的五戒，那个传授师就是你的上师。第一次八万斋戒也在五戒的别解脱戒范畴，那不算。那就是说受过比较高一阶层的，比如说五戒，那就是比八关斋戒它层次应该不是层次，层次它都是别解脱戒，那样一样，只是戒相不一样而已。对，但是第一次别解脱戒五戒，那个就是你的上师。哦、啊，不要，像八关斋戒是跟别解脱戒内涵一样，所以不算。所以第一次如果说你没有受五戒，第一次受八关斋戒也可以，看你哪个先。先受五戒，五戒那个传授师就是你的上师。哦。第一次受八戒，那个别解脱戒，那个也是你的传授师。哦，就是上师。以第一次为啊，对对，不是谁高谁低，嘿。哦，这样是吧？嗯嗯嗯。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如果受过比较高的，比如说五戒嘛，哈，五戒那五戒，它是好像是比那个八关斋戒还要好像比较高一层次，没有层次高低了。我跟你讲是第一次的时间问题，第一次你又不要讲高低，我跟你讲没有高低之分了、啊，都是别解脱戒内。那受过五戒以后再受八关斋戒，这样的话，八关斋戒不算，不换那个八关斋戒就不算吗？哎，对对对对，哦，是这样的意思哦，是，哦，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我们就不算，也没有意义了。不是没有意义啊，它让你可以用这个戒去持，对，它是让你产生它八关斋戒。你去用五戒，为什么受八关斋戒呢？他加个什么犯恨，重点就他目的要跟你学出家人的犯恨，修出家人的生活方式啊。嗯，所以已经五戒，为什么受八关斋戒？就是要模拟出家人的修行生活方式。哎，所以他戒掉犯恨啊，对不对？哎呀嘛，不歌舞观天啊，不高大喘，就是以出家人的模式来讲八关斋戒。所以他是从在家五戒提升到修行的八关斋，那个出家人的八关斋戒，是从在家迈向出家一个过程模拟而已啦。所以，但是戒体都一样，只是戒相变成以出家人的戒相来衡准的啦。听不？它是一个让你修那个串习出家人的生活而已。哦哦哦。所以他一天一夜，你不能保持很久啊，所以只能一天一夜串习出家人的生活，目的是这个而已啦。那戒体都一样了。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对我们有说法，比如说我们的说法师，对不对？那这个是算善知识还是你的心灵的感觉啊？如果他是让我心灵提升，但是没办法让我改变生命的，就是法友。哦，是华友。嘿，虽然我感恩他，但我也说啊，让我知道很多佛法的内涵，还有怎么样修行内涵，但是我心里没有感动，只是感恩没有触动的，而且常常不会意念起，把它当成是生命的改变的关键者，就是华友。啊，如果常意念，他真的很感恩，他是我生命的改变，我心灵的一个关键者，然后我就每次想到生活就会感恩他的，会触动感恩，就是上师。所以重点是从心来看，不是外相来看。哎，因为经论都讲外相来看，我感觉这个不是重点，那个可以称为上师，但不是根本上师。那我们还，所以你如果说那个说法者能让你当佛法自见，你可以帮成上师，但不是根本上师。嗯，你可以界定啊，你可以当法友，也可以当上师，看你的心灵的认定的标准，不是在人的问题，而是你心灵的感觉。这样懂哈？所以在三大寺有时候把他的那个他们的那个老师，他现在可能是格西，然后变成一个Campbell， 他把他认定上师也可以，根本上一个当朋友都可以，看他心灵的感动度。哦，看你的触动。嘿，不是外向的触动，你那个心灵，对对对，能够提升啊，你对他有会有感觉，就是唯一少数几个让你改变生命，才能为意念起会感恩触动，那才是根本上师。啊，如果说你提升到他可以改变我生命的，但是心里还没有触动很力量很大，就是上师。
啊，若连触动都没有，只是知识的传递，那你了解佛法那样，那个叫法有。哦，这个很难界定啊，要看个人的感觉去说。对，所以这个最难。啊，但是因为随着时间还有环境的变迁以后，对不对？退化。那变成说感动会退化，变成说以前我认定的那个就是说，你曾经感动过，就是根本丧失的，没有因为时间退化而不是。这样了解？你刚申请那个感觉会触动，那真的很感恩的。那第一次申请，那就算根本丧失。哦。因为我们心里会变嘛，嗯，这样，所以曾经有变成你的已经认定是你根本丧失的，永远就是根本丧失，不能说因为我心里变化的感觉不到了，就变成根本丧失，退到丧失，再有丧失退到法有，没有这一回事。所以第一次有升起的就算。但是如果说我们认定以前是我的丧失，但是因为他后来的一些那怎么样，他是行为或者是怎样，没关系，行为是一样，但是说他变成可能说他以前修行很高，他可能某因缘他还俗了或是做坏事的，但是你把他认定根本上永远是根本上师，但是呢要不要听话是一回事哦，既然是说你认定的根本上师要感恩，然后也常常要回报，这个要，但是你要怎么回报，要不要听话不一定要，就是他讲话不一定要接受，你要如理取舍。哦，那我了解了。对，根本上是认定后就不会改变，但是对他的反应要如理取舍。嗯嗯，这样了解哈，不能听话，不能说他说怎么样我就照做，不行的。哦，那这样我，哎，这个要分开。这样我了解了。哎呀，以前我也卡在这个，我们都混在一起的，就是根本上是在上面，关乎容颜嘛，那气质自在嘛，那个是密法的。对。对密法的根本上是不是显教的，那个广论没有，庄严没有讲清楚，所以很多团体就用密法的角度来讲显教的上师，嗯，但是那个华严经的华严九心是密法的角度，不是显教的角度。哦，华严九心的，哎，那么显教的角度要劝谏啊，如果不劝谏我们可以离开。哦，这个在显教，那个广论也有讲，但是呢他把两个凑在一起，没有把它分开来说。然后呢，那在显教的那个视师如佛，密法是视师是佛。嗯，视师是佛就还九心，就是气质自在，观护容颜。观护容颜。那个上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听。我就怎么做。那个是视师是佛，不是如佛。哦哦，不是如佛。因为他就是本尊嘛，密法就是本尊嘛，所以视师是佛就要听话，不能有另外的意见。嗯，视师如佛就是如佛是讲说法恩。不是他是佛，因为我们在佛讲经的时候，我没有福报在当场听佛讲经说法，但现在有一个善知识，他把佛法那样的来告诉我们，是把他当成如释迦牟尼佛一样为我说法，这叫说法恩。所以修信念恩，念恩生敬，是以说法恩这个标准来说，不是把他当成佛，是如同释迦牟尼佛跟我说法，如同佛为我说法，这个如佛是说法的角度，不是他是佛，所以很多广论内容没有讲清楚，那听学的人也弄不清楚。啊，只要上面说哦，你要把师长当成佛，那个师长是讲说法恩，显教是说把他当成佛来为我说法，不是他是佛。嗯，这样了解。啊，如果密法的话，一定是师长就是佛就是本尊，这个又不同角度，就华严九心就是这样说。嗯嗯嗯，这样听懂吗？我知道，因为广论讲的太不清楚了。这样以前会误用啊，这样我们这样以前的概念都觉得说有一点，因为我们以前没有学得很广嘛，啊，人家怎么说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听嘛，啊，很多没有去分辨抉择到底合不合理，这样说到底正不正确，没有去思考，有一点偏颇了，偏颇了，偏颇掉了，变只要听话就好了，啊，那不听话怎么思维，你要听话怎么思维，怎么如理取舍，是跟非就没办法辨别，很多角度都混在一起说，所以学法最大问题就是经跟论都没有讲清楚，那我们学的人也不晓得怎么分辨啊，就是变成啊糊里糊涂的学完啊，学完搞不清楚啊，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跟着做，
就是那个团体那个带动上面的，但你这个带动的旗往后东边吹，你就往东边跑；旗子往西边举，你就往西边跑，是不是都这样？嗯嗯嗯、跑得很辛苦，对不对？那、啊、到底哪个正确，哪个错，也搞不清楚。大风吹，吹什么就往哪边吹了。小孩子不在往大风吹吗？我知道。哦，谢谢法师。所以一定要如理取舍，要广广学啊。你们不知道会不会是有这个问题？我们开始学都有稍微分辨一下，嘿，啊，你们第一次嘿上这个课，哎，所以我稍微把它解释一下，不然都分辨不清楚了哈，很麻烦哦。所以依显教要如理取舍，好，既然上师这样说，但是要跟法的标准做取舍，不合理的啊，会造恶业的法，我们当然不要听。那劝谏，如果上师愿意接受，那是很好；不愿意接受，我们就离开，就这样子。所以离开呢，不代表说你是叛师叛教，这个是说错了、哦。意思鬼里这个不叫叛师，依法而行啊，不叫叛师叛教。可是一般把以前的概念，是师师长就是佛啊，佛说话就要听，用密法的角度，所以离开团体就叛教，离开师长就叛师，这种说法就错了。好、哦，很多角度都是不合理的说法。哎，啊，判师判教就要堕金刚地狱，用个扣那个罪行那个给你扣住，你就不敢跑了。我们依法而修，要为了解脱成佛，就是要学啊、更好的法。那更好法这个没办法给我的话，我当然要学啊。所以在显教也是有这种方式的哦。显教我们叫啊五下学律，五下就是五年，刚开始出家五年一定要待在僧团里面，然后呢通过尽罪集资啊，从最低的工作大寮啦、工作啦、洒扫净地等等啊，要慢慢集聚福报。当你福报够的，然后呢啊那个师长给你教的五年大概学的差不多了，他的所有的学五年都会学完的。那、啊、你感觉不够，就什么去外面参学。所以五下学历哈，对于啊那个团体的学问已经学好了，那圆满的福报也积聚的，也可以外面参学，就叫五下学历。先把这个团体的福跟慧修圆满了，再离开去更高的那种参学。所以是显教也这样说的、哦，不是说永远要待在常住里面哦，没有这样的说法哦。对啊，所以你到底五下圆满，你跟上师起白啊，我已经学到这样，有没有什么更让我增长的部位？你可以起白，起白就可以外面参学的、哦。这显教都有这样说的，啊，不是说规定呢、啊，你在里面就不能走的。你团体世间的团体那样这样，你得到一个位置，觉得我没办法再提升，或是说我的薪水就停在这里，我要啊、要更高就，我当然是找另外的公司啊，那我提升，包括技术的提升。哦、那个学问提升，还有薪水福报的提升，这个都需要的、啊、所以世间也是这样的、啊、那世间会不会禁止？不会吧，他会强留你呢，但是你感觉我新的部分技术方面薪水会慢慢提升，而且、那个对我来讲没有利用，当然是跑啊，另外跑另外团体，这个世间都共许的。为什么出家这个出家的团体不共许？你不觉得很奇怪？这个是世俗法啊，是世俗明亮的，所以团变成用教团的那个，就是这个这种方式就变成那个啊、也会造成战争的语言。那个我们叫那个罗马时代的那个教团呢、啊，罗马教团就是说他没办法，一般信徒没办法接受到跟上帝接触嘛，所以他说你能够跟上帝沟通，必须经过教团，教团能够传达上帝的旨意，所以你就听教团的。教团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没办法跟直接跟上帝沟通，就变要教团来掌控信徒啊。那教团掌控信徒，他就变一言堂啊。哦，这个教团怎么说你就怎么做。当你另外一个有思想就认为，哎，这种说法不合理的时候，就变成要铲除，就叫异教徒了。因为你只要有另外说，他就没办法控制嘛，这跟那个政治有关呐、啊。所以变我没办法控制，有异教徒，所以他要铲除异教徒，
就变清教徒啦，什么异教徒都要铲除，跟他的一言堂有违背，他没办法控制这个信徒，所以他就要清。啊，清结果就变成那个教宗教战争出来了，有一群人就变跟他思想不一样，他就要清除，就变罗那个罗马东那个罗马十字东征了，有没有？就是宗教的问题啊。啊，这么说就是掌控，用宗教信仰力来掌控，变政治的行为了。所以政治跟宗教这种，如果是这样掌控的方式，就变成政治了。政治的因，嘿，这政治的因就是这样产生。所以宗教变成政治的一个工具，就是会这样哦。所以你不容许别人去参学，不能容许别人去听更多的能够成佛修行的法，你就变成政治，很危险哦，非常危险。但一般人不知道。用信仰力啊，上师怎么说我就怎么听啊，跟上师讲的不一样，我就要清楚，不是不理你，好，或是呢不要给他利益。以前的好朋友只要离开这个团体，就变成不好朋友，变毒素啊。所以人就强调，你以前好朋友出去你不跟他接触，一接触你会受影响，啊，就是什么？为了掌控嘛。这种说法，你思维到底合不合理？好朋友一离开学不同的法，就变不好，都变不好的朋友。你会觉得违背世间法？难道你的儿女啊不信佛教去信基督教，你要跟儿女切断父子关系吗？啊，会不会？那你既然儿女去学基督教，你不会跟儿子切断关系，或者朋友去学另外东西，你要跟朋友切断关系呢？就对割嘛，割袍断席上，割席断袍哈，割袍断席，就不觉得很奇怪？用世间法来学，就觉得很矛盾啊。就是，可是你那个矛盾又很正常，又合理，又很奇怪，因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他，没有如理思维。如果从缘起看的话，就很正常。是啊，可是问题，朋友还是朋友啊。对啊，所以因缘改变没关系啊，朋友还是。对啊，所以法是个人学啊，他的乐趣你不能说他不要进，但是朋友之间还是朋友啊。对啊，朋友是朋友，互相关心。对啊，所以缘起关因缘和合，每个人心会改变呢、啊。对啊，所以这个就没有从缘起，还有每个人的离苦得乐本能去看，你就会变限制的话，那个就不是不合世俗地的缘起。啊，所以你要广度去思维很多现象啊。啊，因为你们是比较，我是第一个冲出来的，所以我会观察这个东西，我比较一个第一个冲出来比较敏感嘛，所以我比较会思维这些角度、啊。我没有核心的、啊。哎，对啊，怕我知道，我说怕我知道，有什么关系？他说你跟我言辞不一样。对呀、啊，你学你的，我学我的、啊，只要你快乐。对呀、啊。保持善心、善行、善念就好了、啊。你学什么宗教都没有关，不要做坏事就好了。嗯，这个每个人的那个目标、乐趣，还有那个我们叫所求是不一样的。但是保持在善心、善行、善念，然后这个都可以了，不会做坏事就好了。能够真上身，就不要限制别人。我们都很多角度，我是一样，你要跟我一样。很多的是父母会给儿女这种感觉。我这样的，比如这样，我是学科技的，你就要跟我学科技。我是哪科？那个台大电机毕业，你要考台大，要考电机系，都是这样。我是医生，所以呢，你要考医学系，你不考医学系就不是我儿子，对不对？跟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啊，能力不一样，你这样规定，儿女会产生压力。那压力的结果，跟父母之间人的情就没有生疏了、啊。很多以前的我们的中国那个汉系的父母都是这样的。不是民主，是个人的能力缘起不一样。好，缘起看不懂了。对，那在我执跟我所执的范围里面呢、啊。哦，这个就是要看缘起，很不容易。虽然说你是好心呐、啊。啊，你感觉我当医生很好，所以我儿女要好啊。但是问题，那能力他的缘起不同，不能一概而论呢、啊。你可以说啊，我这个很好，你建议，但不是给他规定
建议可以，不能规定，因为每个人的缘起不同，这个就很多的角度要去思考了。哦，不容易哦，哦。所以学佛为什么这么好处，就是看到缘起，你们就宽广的角度去看任何的事项，就不会陷在我跟我所的一个固执的概念里面。好，了解哈。好，我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就上到75页哈，下次75第5讲开始哈。好，那我们回向。